和平精英联动新电影即将上线沈腾语音包。就在最近，和平精英联动了一款全新电影，主演呢是沈腾老师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张宣传海报，独行月球和平相伴，并且将会在7月29日全国上映。我们都知道沈腾老师的电影含腾量都非常的高，所以说这部电影雪龙一定要看。从宣传片中不难看出，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和平精英的元素。不仅如此，游戏中还会上线沈腾老师的语音包，到时候我们上车的时候就可以听见现场吗。那么下面来听听雪龙自制的沈腾语音包吧。我的技术怎么说呢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 KD 0.5。这楼上住的是马冬梅吗？你认识马冬梅吗？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。做的不好还请大家见谅。那么顺便最后，大家感觉雪龙自制的这款语音包怎么样呢？